像我就会经常打游戏，所以说就是颈椎打久了会不舒服，会酸痛。然后我就有科普一些就是保护颈椎的方式，你如果打累了的话，你可以手抵着自己的头，就是相互给力，然后这样子10秒吧，然后你的颈椎会舒服很多。学会了一招，还有吗？还有就是双手举在头顶，然后一起往上抬，这个也非常实用，也特别简单。嗯，往上抬，这也是放松颈椎的一个办法啊。学到两个，那再教一个，就3个，好不好？还有就是这个动作吧，保护颈椎，还有保护就是肩旁边的肌肉吧，这样子，有点傻，但是挺实用的。哎，这个对，这个很舒服，我觉得这个很舒服。